嗱，开咗啦，讲唔到我，冇反应我，大镬啦，出唔到去喂，系咯，出唔到去喎，咁搞笑，搞笑真系，点算啊？出唔到去咩？咦？冇电啊？唔会咁快冇电啊？出唔到去，咁锁咗啦，开咗呢个，系咯，把锁只系装咗两日，你试下锁翻转头啊？冇喎。哇，坏咗！门锁只系装咗两日，唔通真系咁化学？试下换电先。哦，系咪我得咗呢个的啊？你都得咗的啊？零件前日就到咗噶啦，四嚿电池啊用。哇，已经响一钟都够响。中山冇人冇物，成日惊出门唔记得带锁匙，要破门就唔好啦。终于的起心肝，淘咗把智能指纹锁翻嚟。第一次用，平平地499，再淘多咗两张磁卡，价钱已经包埋上门安装。当然系讲紧中山啦。见佢仲有三年保用，好似几抵用。见用得唔错，我哋后屘仲买多把翻香港用。不过香港用就享受唔到维修保用，而且要自己揾人安装。我哋大陆就用咗中间最平嗰只，而香港就买咗贵100蚊最右手边嗰只。好处系多一个临时密码可以摇佢放密码，操作都好简单，可以装一个米家 apps。我哋大陆用咗两个月之后，觉得都几稳定同方便。翻到香港 check 过，揾人安装其实都1000蚊搞掂。呢把锁499，包埋上门安装，暂时服务都好好啊。搞掂咗咯喎，应该而家收嘢啦，师傅都要带好多架餐先整到。两个黑色嘅磁片，呢两个松嘅，两条锁匙，哇，可以扭出嚟嘅。这里就是插钥匙的，钥匙两个，有一个放在室外。插锁匙。对啊，来，不是这样的。锁匙作为后备用，即使个电子锁坏咗都唔使惊。儿童锁，比如说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，你把它打成一个红色的状态，它这个可以，他的小孩他不能跟外面的人开门。哦，谁玩？哦，打到上面，这个就最好不要用啊，哦，就可以了。OK，OK。嗯嗯。片头我哋开唔到门就因为拍咗嗰个儿童掣，同埋安装咗之后其实都有啲小插曲。开门之后个门锁会经常自己回弹翻出嚟，虽然都冇影响使用，但我哋 call 佢上嚟整，佢哋都好快搞翻掂。大家如果喺大陆未装门锁咧，不妨考虑下装呢啲智能锁啊。谢谢啊，掹咗掹咗。哦，我哋唔会锁咗喺度嘛。我哋所讲嘅回弹就系开咗门之后呢个门锁会自己弹翻出。再寄咗把锁胆过嚟，一阵师傅上门再换咗个锁胆去睇下得唔得。最后个门锁要师傅上嚟都系换过一个，不过都好快。呢头同佢讲今次就即刻寄过把锁嚟，跟住今日师傅今朝到会有把锁，跟住而家晏昼系换咗个锁胆，个锁胆帮我哋换过去，再试下睇下得唔得。朝头早8点几送到嚟，而家就上咗嚟安装啦，揾工啦，搞掂咗。我哋香港就系买咗呢只款啦，中意佢就支持米家 apps， 可以远程提供一个临时密码。当然香港就唔包上门安装啦。大陆把锁我哋用咗两个月先够胆喺香港再装，而家同大家开箱睇下。M1 石将军呢把锁多咗个远程设置密码功能。香港找人安装800蚊至900蚊，我哋喺 call 师傅 app 度揾，收到三个报价，价钱由800至900。呢个锁睇啦，个胆啊呢个，好，有个睇下先。佢原装呢个门片比较薄弱，最后师傅建议我哋加100蚊换一个实净啲嘅，我哋都换咗。香港师傅安装850蚊，再加咗100蚊呢个门片 ，total 用咗950蚊安装。
连埋个智能锁，我哋香港呢把锁全程1700蚊。跟住仲有包螺丝。哦，呢啲架撑嚟嘅啲。哦，锁匙电咦，用啲插电嘅喎、哦，附带个说明书嘅，俾得人睇。跟住咧，呢盒咩嚟嘅？匙胆啊，就真系嗰个胆啊。个胆同埋把锁匙两条。嗱，你睇好似好夸张啊，其实咧可以唔攞呢个嘢，咁咪好方便啲咯。好，得啦，试一试个匙胆先，而家我。OK 啦，吓、啊。镜面安装之后，发现把锁有问题。在安装之前，我们已经试过操作，确定把锁没问题，才约师傅来安装。所以师傅安装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很快速地使用个门锁。哇，好像很大嚿哦。系啊。佢都感觉实正啊。咁重喎、啊，嗰嚿嘢都唔算重，唔算重啊！Total 咁多嚿嘢加埋4.5kg 啊，唔算重，送落嚟。不过集运嚟 ，total 都讲紧系30蚊啫。30蚊就系平价。运费啊，30蚊运费。打到屎嘅就系。不如自己去集运店度攞。好啦，就咁啦。好。呢度摆电嘅。你是不是调转了啊？个个嘢，呢个喺下边噶嘛？系啊，我摆电呢、這个，因为系入埋电根喎、啊。有电根噶嘛？上次都系啦。咁咯、啊。哦，原来系吓两边得噶，原来系。唔系啊，问咗佢啊，系啊，佢左右都得噶。左右得嘅。你攞个翻嚟装嘅时候咧，分左分右噶可以，唔使有啲锁又要一定要买左，一定要买右。而家換鎖啦，我哋終於都換翻個電子鎖啦。我哋大陸裝咗先嘅，翻唔到轉頭，所以翻到嚟都即刻轉翻個電子鎖，好平啫喎！個石將軍買咗600蚊唔使啊，咁而家裝個師傅另外收我哋850啊，好似。同大陸一樣，全程安裝咗1.5小時。同埋安裝之前，師傅已經問過我哋嘅屋苑，大概都知道係咩環境。我哋6月底安裝，到出片今日已經2.5個月，總算無風無險。尤其推介大陸安裝，因為免安裝費好抵用。几大工程啊！7788。建造成功。淘宝条 link 会放喺资讯栏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睇下。建造成功。提提我哋大陆嗰把锁咧，系冇得装米家 apps 嘅，相对添加指纹会比较麻烦。我现在教你怎么录了，你注意听，先点亮屏幕。自己打出来，对啊。点个字幕上面，揿一揿。点亮字幕，看星号加井号。星号加井号，星号星号啊，唔系井系，系井号。用它的指纹或者是密码来验证，然后进入设置，用你的指纹验证。以指纹验证。对。一是普通用户，二是管理员，然后按二。把你的指纹填上，按二。二一。如果唔记录低去，我怕我哋第时都唔识得加人。今集就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